哎呦，感谢儿，哎呦，你回来了，孩子也生出来了，一定是神明保佑我们。对，一定是神明在保佑我们，保佑咱们一家。茉莉呢？不会，莺儿姐姐，汤来了。哎，我们回去喽。好，接着睡啊。莺儿姐姐，来，我来吧。啊。哎，喝一口。呀。呀。他走了。为什么呀？就算他不愿意嫁给我也不用走啊。燕儿，那些脂粉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他走了。他没有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哥。婉儿。燕儿真走了。可不是走了。那上铺怎么办？他临走前啊，写了一个契约，把店铺里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了。燕儿也太爽气了吧！真不好意思。我是不是太贪财了呀？等他回来，我会还给他的。找到这儿来了，这是人家的闺房，我还没有嫁人呢。等你嫁人了，我就不能来了。我很正直的，绝不窥探有夫之妇。你到这儿来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。刘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我不能做主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可能喜欢吧。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那我们就做夫妻。哎呀，羞死人了！喂，你这么可爱，柳下惠都要被你变成登徒子了。我娘说，登徒子是下流之徒，你不要变成登徒子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那我不变。微然，我就知道，你是坐怀不乱的真君子。对，君子。你再盯着广州城方向，也盯不出一个富柔来。见到富涛了吗？见到了。哦，陆琪让他秘密查找太子写给赵文的信，他找到了，但是没有交给陆琪，让我交给你。打听到傅印的下落了吗？
涛说，傅音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但是他有很重的心事，谁都不想见。等他想通了，也就回来了。所以你没有问，傅音现在到底在哪儿吧？本来是想问的，但是想想还是算了。傅音那么简单的一个人，他能有什么心事？不过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，他就是在躲着我。我向他求亲，他心里不愿意，但是又怕伤害我，所以才逃开的吧。我不会再找他。郎有情，妾无意，我何必逼他？郎有情，妾无意，我又何必逼他？我不能再留在镇海将军府了。为什么？马海虎要娶我。你不愿意？你说呢？一直以来你是最明白我的。还有地方去吗？还愣着干嘛？人到了一块儿，天天面对面的，怎么打发掉时间呢？知道啊，像我们这样一块看月亮。谁告诉你的？我娘。就知道是你娘。哎，你说要是我去提亲，你爹会答应吗？当然啊，我爹就喜欢像你这样的正人君子，只要你的名声好。哎，等等，那个因为我太正直了，得罪了很多小人，他们整天泼我脏水，坏我名声，还诋毁我是一个爱逛青楼的纨绔子弟。哎呀，我爹最讨厌那种流连青楼的纨绔子弟了。要是你爹相信谣言，不许你嫁给我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就听我爹的。